来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好啦，啊，这个迄个黄大炜老爸吼，我都无介意离婚的。我来讲，建宏都一直吼要弥补对我离婚的亏欠。你是不是安尼，大家甲斗三工一下？我甲伊两个安尼考看卖咧，看考下我来无？啊，若正经考下我来，这敢毋是好代志一件咧？嗯。哎呀哎呀！爸，啊你是安怎啦？你原来去互建宏洗脑去哦？啊，恁大家是拢食建宏的糊仔水哦？哎呦，你咧讲啥啦？食啥物糊仔水啦？我请你哦，啉滚水啦，有够啰嗦！我甲你讲啊，你是无参要做下去哦？你若是要看到迄现场迄种气氛哦，你绝对吼替我赞声啦！啊，我莫听你讲啊。讲啊！感谢恁爸爸嘞，啦，恁爸爸吼，即下拢做支持你的哦，所以你较认真咧拍拼哦，一定要甲离婚哦，搁倒倒转来，知影无啊？老师，你放心啦，我用尽全力哦，甲离婚照倒转来，互咱一家圆团。好，赞赞赞！哈哈。我接电话。喂，什么代志？哦，好，安尼无我即马挂过，好，好，就安尼，拜拜。爸妈，啊，我今嘛我公司有代志，我先来无用，好，我先来无用。好好好，赶紧赚钱呐！好，建宏啊，我今嘛要较拍拼哦，较认真咧赚钱吼，爱赚好弟弟的生活费跟教育费啊。爸爸，快认真，我包了哈。啊，开车细你哦，哈。我快点，哎呦，我想着我咧想跟咧想勇敢哦，要倒转来啊，好，我逐工下当甲伊婆婆笑笑真真的哦。这真正哦，就是我这做阿妈的幸福了。我今仔日哦，可能搁会欢喜啊，困袂去啊。哎呦！这摆真正是天公伯啊，你甲我斗三工啊！既然连恁爸坚持要离婚解约，那我就趁这个机会。把海洋生技的新产品都给吃下来，那你就顺风驶船。到时恁家的人就会知道我彭建宏的厉害。你哪要不困啊？困几工啊，困袂去啦。看你妈为着照顾我，
我照顾我自己拢这么疼。爸，你得加休困一挂，身体才会赶紧好转。我知啦。照顾，你先等伊找伊休困啊。唔免啊，恁爸我来顾就好啊，若无我袂放心啊。你好啊，你安尼无命无力照顾我，莫讲谢逊啊，连我可能嘛做唔甘的啊。你若继续安尼哦，身体绝对袂堪的啦。万一连你嘛倒落去。还是萱萱要做。伊妈妈，萱萱老来陪我，你回去好好睏一醒啊。等明仔，才来跟萱萱晚饭就好啊。好啦，无我回去厝吼，洗下身躯，我才三再过来吼。妈，你唔免赶紧啊。你伫厝内加休困一下，爸我来照顾。萱萱啊，咱们爸出去啊，进去啊。安娜，你还有什么代志要跟我讲？爸，爸今麦情形，需要有人长期伫个身边甲照顾。啊，不过咱厝内生活费，还有爸医药费，拢是要靠烧鸡店来维持。你总袂一直住伫个家，烧鸡店的心拢无爱管。所以我决定明仔载要好好白秀雪。不应的，我不准你白秀雪。恁爸上注重的就是教育，伊若是知影你为着要照顾伊，才来白秀雪，伊绝对无可能答应。妈，爸今嘛会变到安尼，拢是我害啊！我若是无多伫个身躯边甲照顾，弥补我对伊的伤害，安尼我一世人拢无多原谅我家己。安那呢？我规个心血较紧呐！你即马讲的什么话啊？佮即马讲我袂乖吗？你是安怎袂应该好好珍惜你家己啊？你爸安尼牺牲到佫无够，你还讲阮两个人为你还继续烦恼落去是无？妈，我真正知我唔对，你莫唔知我无。拄我受伤倒来的时阵，无论我做啥，你拢无爱插我。妈，我心内真正就痛苦的，我请你原谅我好无，妈？你会甲我拍甲我骂，你就是莫无爱插我啦，妈。在这个世界，你甲爸才是我最爱的人啊。妈，请你原谅我对你的态度。我不是在气你，也不是在怨恨你，我是在气我自己。因为我无听恁爸的话，去支持恁跟王家文做伙，结果发生这个意外。
你妈即马倒落去啊！其实我就惊，我无够坚强，无够冷静，无够勇敢，去担起所有责任。真正咱因为李佩珊的代志，已经受一届打击，但真无简单再重新开始。啊，毋过即马。我就惊咱这个家都安尼散去啊！死到唔拿恁爸无外靠，连你的前途嘛乌有去啊！所以我对你遐尼冷淡，其实我是救活家己苦啊，你知无？妈，你放心。咱这个绝对袂散去的，虽然爸即马倒伫北仓，不过妈，你阁有我，我会甲妈做伙把这个家建起来。以后不管你爱我做啥，我拢会乖乖听你的话。我昨天没有放过万年，只要妈你原谅我，你是我怀胎。高月生下来，你身躯顶流的是我的血，我哪有可能袂滴你？妈，妈，妈呀，我绝对袂够你让你伤心。你等待啊！你弄死得了我的辛苦病啊！妈，雪，但我今仔是采取较早赶快好吗？赶紧吧，共同去面对来所有的困难。我一定会的，亲像较早同款，遐尼爱我，一点拢无改变。讲囡仔，那是当然啦。你永远就是阮的查某囝，阮对你的爱，一世人都袂改变啦。爸，我今晚啥物拢无爱听。只要咱会当亲像较早遐尼幸福、遐尼快乐就好啊！我嘛希望啊，啊不过我即马靠无法度行路，也毋知影拖偌久才能好起来。我是惊，我会去拖累着恁母仔囝。爸。
你千万唔通安尼讲。只要你有信心，我相信你真紧就会好起来。你只是在安慰我。杜姐，我看你妈天晚在遐在困，我连想要遐一件衫去甲加，我都做袂到。我咧以后是要怎让你挖苦咧？爸，过去拢是你照顾我，今摆我来友好你，这嘛是我应该爱做的。而且你会变甲安尼，拢是我造成。只要你跟阿妈愿意原谅我。我愿意照顾你一世人来弥补你。爸，我拄则有甲阿长讲过，明仔载我得当来实习啊。啊，搁有啦。伊嘛会安排即老的病房给我照顾，安尼我就会当一边实习，一边照顾你啊。安尼真好啊！爸，我饮杯牛奶给你啉，安尼你等下较好困。好啊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处理好，有听无？大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甲你处理好势啦。保持联络哦。是，大，我来办代志。啊，小心点啊！是讲爸，啊，刘安琪是甲你讲啥？我看你真尔欢喜。刘安琪甲我讲，从今以后，这个黄大伟甲林丽红因两个合作的合约完全拢无效，这件代志要交我来处理。这个黄大伟，伊的尾流终身公司叫我落着啊！我一定要救来。总经理有位，无论如何，应该让你做，再我。是讲爸，黄大伟做代志，伊用拢足规矩的，所以这当中是毋是有啥物误会，或者是刘安琪有其他的目的？杂子，你把伊想的是啥物啊？不管是安怎，跟你拢无关的。一件代志交我来处理就好，哦，你做你安心。尤其你也少了解者，你这么姓王，你姓黄，你跟黄大伟完全无兄弟的关系啊，你拢莫去插伊，知无？阿哥，现在上重要是这李明忠这物件囝，伊伫要来抢咱地盘，刷少一地，无论如何，这地盘你一定要顾好，唔通哦，这个物件囝你想空想放两来。知影，我知啦。我即摆就去刷一下场，顺顺看看好啊。较小心了，我知。我趁这边这个机会，好好修理黄青红这只老狐狸。恁别来等咧看。我里边那玻璃的宝贝好生，黄大伟，啊，大，哎，黑建龙来找你，莫吼，白当的哦，啊，大，啊，我今麦出来办代志，哦，你去处理啊，是，白当的，遐坐啊。你看到，哇，真久无看了。最近好无？最近啊，快，但我无欠钱，也无甲人离婚啊，创得嘛袂歹，对。
是用陪当的呀。哎，你真正厉害呢哦！我咧看，那讲这十二生肖内面，你应该是无包括在内啦。你应该是上鸟的，袂输敢若狗条命同款的，安怎定也定袂死的。真一阵仔安尼青山绿叶，叫人咧配谈配暖，想咧到过无偌久呢？即摆袂输敢是要外灵的，搁有咧翻身起来安尼啊，真正有两步七哦。讲大诶，我今日有这种场面哦，真的是本你福气啊！啊，进前我真系落这个行为哦，刘安琪啊，啊，伫我身躯边，啊，即摆就离婚啊，啊，剩遐细份都拢无去啊。卖来这跟我连笑话吼，我无想要听。讲到底什么代志？是安尼啊，讲大，我听讲刘安琪有意思，要叫你取消林丽芳甲恁海洋生技公司的合约。所以我是来给你拜托一下，我这边生理想要跟你计较一下。别跟我讲生理，我的生理是不是真是怎么哦，是有打击哦，打到了小头。这刘安琪是阮公司的董事，你该关心给他亲。你讲你要来跟我合作，你家己个想看卖这件代志，你搞不了可能会答应。嗯，王大，你是公司的董事长，只要你若答应我，我相信刘安琪绝对唔敢讲啥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会找一间公司来做人头，啊，在空面上绝对是比你来得啊。啊，是搞你坐你办公室咧收钱就好啊，啊，你无免做甲要死要活，啊，你嘛免分利润吼，唔就好袂要紧。听起来敢那袂歹吼，敢那讲我无答应你，敢那无啥着，敢那袂输甲这个钱要送我开，我甲财神爷归安杀出去同款吼。要唔过你甲我听好清楚嘛，歹听话我先打进去，你要搞合作起咩？要唔过千万唔通想讲想讲变鬼变怪，假使我若是我知影，我无甲你骗，你知我古刚我脾气，我绝对要死个真歹看。唔是那个林别气看我来哩，吴刚大，这你放心啦，我咧敢骗你，我这条命都不是白的。是，还得对，好。天气较冷吼，我有扎一挂较厚的衫袂得滴啊。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弟弟的物件我会还的，无需要你买物件给伊。就算讲你提来，我嘛袂收啊。这是阮妈专门去买给弟弟的啊，啊，这是一个阿妈对孙的爱心嘛。你也收落来啊，无我卖啦，伊会真伤心。好，收落来，收起来。太干吼，我拜托你，请你以后莫再利用你妈来破坏我跟大伟感情啊。我真正不知道你是用什么办法，去震动阿伯甲阿姆，走去阮厝内，甲阮爸妈讲一寡有诶无诶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，你诶手脑拢无路用啊，唔免阁白费心机啊。对，我知我过去做真侪无好诶代志，我真对不起你。但我即是真心咧悔改咧。阮爸妈就是知我诶决心，所以伊才走去恁厝，甲恁爸恁妈表达我，啊，讲阮平家诶心意嘛。阮爸妈嘛是关心你。希望你能慎重选择的，伊希望你以后能过了幸福快乐。你哪会用讲我咧跋心机啊？唔管你即马阁讲啥，我是绝对无可能阁等去你的身躯边的。我甲恁平家的婚，买定钱啊！你为咩讲遐尼绝了？我若到位做了无好，你会甲我讲啊？我会用改啊？你卖连一个黄明宝，你还阁弟弟的机会拢白给我了无？你是嫌你甲我掠的猫，还阁无够贴心？我才无遐尼讲，阁让你有机会来破坏我的人生。等于为了安琪挽回你，伊就走来对付我，甚至还逼我二姐要取消跟大伟因公司的合约。我跟你已经无任何的关系了呢，是安怎到今嘛？我跟我身躯边所有的人，拢会因为恁两个的恩怨，来成就这无必要的伤害。你莫生气吼，
你若是认为讲这安琪去找黄大伟，啊，佮恁二姐这是我引起的，来，我今晚我来去找安琪，我来甲讲好清楚。以后伊若是要报复，伊就来找我，莫去找你麻烦，安尼好无？你上好是讲会到做会到。我甲你讲，卡斯以后我身躯边的人，若是佮因为你受到伤害，我绝对袂放你煞的。因为这些我原谅你，我就请你以后莫佮出现伫我面头前，因为我即马上大的希望。就是跟你蔡腾所有的关系，伊永远拢莫有交叉。刘，你莫安尼好无？安尼啊，我即马嘛虽然处理恁二姐公司合约的代志，刘，我甲你保证，以后我绝对袂阁惹这种麻烦出来，吼。你较冷静一下吼，你好好保重啊。刘，这是弟弟的手过来好无？你提走。离婚啊！你提走。什么代志？老师，裴建宏先生来找你，叫伊离开。是。裴先生，老师已经无闲啦，请你们去打扰伊啦。裴先生，你袂当离开。老师，是的啦，裴先生内面人啦。不要紧，你先出去。是。裴建宏，我跟你早就无关系啊。唔知你即马来是有啥物贵事？杨姐，咱早都是应该田无到水无流，互相无交叉。啊，我看你也是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的。你即马讲这句话啥物意思？是我答应要甲你离婚的哦。我咧廖准讲，我对你这个无负责任的人，搁放袂落心吗？你若真是对我放袂落，那你啥物要我？大家安想空想胖，都是要对付我，想要报复我，甚至可以对付丽芬，还佫会身躯边的人。无唔对，我就是怨恨你，我怨恨你，你明明对我无感情，佫是要利用我欺骗我。我怨恨你心肝内，敢若想着恁丽芬一个人，你牺牲我的幸福，牺牲我的囡仔，去做做甲恁丽芬唱歌的内幕。你安尼对待我，我绝对无可能这个囡仔就放恁煞。我就是要替我家己讨回公道，我就是要让恁丽芬佮恁所有人付出代价。刘安琪，我当初是我真正是目睭青盲，才娶你这种心肝这么歹的查某做我的太太。不过好佳哉，咱离婚啊，而且你巴肚底囡仔嘛提掉啊。啊，若无我的囡仔有你这种人做伊妈妈，这嘛是一种悲哀啊！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麻烦了你。刘安琪，你莫遐尼生气。我是足想要让丽芬倒来我的身躯边啊！我想要好好弥补伊。之前我做真侪对不起伊的代志，是讲哦，过去我对伊伤害遐尼大，伊可能也袂原谅我，所以我看真开啊。假使丽芬若真是要安尼拒绝我，要去甲迄黄大伟做伙，我嘛是会祝福伊，因为我只要看到伊的未来幸福美满佮快乐，安尼我就放心了。裴建宏，你免阁孝顺我啦！林丽芬早就看破你的脚手，无可能阁倒去你的身躯边。我早就甲你讲过，恁两个人甲我害到这么凄惨，我无可能予恁这么好过哩。刘安琪，你甲听我清楚，你若是敢对付林丽芬，我绝对会对你无客气。不管是林丽芬，还是恁平家的人，我拢要予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拄只安尼甲安琪人，伊一定会走去对付黄大伟啊！
以后黄清芳就会对丽芬搁较反感。我看黄大伟应该是无机会甲丽芬做伙啊。看起来丽芬甲弟弟应该真紧就会转来平家。啊，佮王牛讲即马嘛答应要甲合作啊，所以要解决停车场的代志，应该嘛是无困难才对。即马只要我认真拍拼事业，重新佫徛起来了，安琪这条线就免惊偷袂转来。大，即马代志唔好啊！李明忠迄个白骨囡仔吼，竟然带人去占咱的地盘，还佫拍伤咱的少年。啊，即马人哦，已经伫病院咧急救。真正唔知死活咧吼，真正要病要传输也无要紧。看上人侪，家事侪，看上压力较大机。小伟，对我来病院，马队，带，带路，是。喂，你毛袂叮当哦，刚在包扎呢。知啦。姐，小我来就好，你去帮忙带上。哦。哎哎，卡细你个啦，我会疼嘞，你是。我知啦，你嘛袂叮当。我喂，你要紧无？大啊，是你啊。你先有个记录的，免讲免讲，我啥物拢知啊哈，加讲加老贵，下死下贱，连一个臭孙仔恁都无法度对付啊！今麦啥呢？走来病院要创啊？来膏药啊，少，免啦，包包起来，等于膏牛屎，直接啥物殡仪馆好啦，殡仪馆阿爸，我连一个这小可代志办袂好势。好啦，爸，嗯，是麦处理。你来讲，我来处理。阿贵，哦，李明昌今麦人在倒？少年大，我真正唔知影呢。什么叫做唔知影？进前外口一个风声，伊会来抢咱的地盘。若不是你安尼叫我放风，哪会去予人修理啊？少年大，是你啦。你即摆甲我回失的有啥物作用？马导，少年大，病院这边加了一挂人来，较免伊走来遮乱。是。阿家阿乐，是是，你嘛去加闹一挂人，家私团团的，迄刷刷就甲我顾好势，听清楚，李明昌若是搁走去乱，就莫甲伊客气，知无？是。还有，你娘。起来冲下，俺唔见去。是。千万唔能够因为这小故事，他们的心机，真无可能振作起来。我跟你讲过，查甫囝上重要，就要认真打拼事业。有听吗？啊，我知影，知道。李明昌这唔正经，竟然敢抢人地盘，不但抢人地盘，少年佫爬着上，这条线无路路，一直倒腾，有听吗？萱萱。你是不是去甲嘉伟考勘一下？我甲伊无啥物好讲的。要唔过嘉伟即摆变甲安尼，多少？伊的代志甲我无关系。多少？再搞你处理，我去存吧。
你今日弄较好无？有我宝贝查某囝，这么用心照顾我，当然嘛有较好啊。爸，我削苹果你吃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婆，你面色来遮歹看。无啦。小姐，阿是不是恢复实习以后，阿过来照顾爸，帮兄弟嘛？爸，不是啦，我人真正足好，你免烦恼我。我看你啦。那是哦，叫你妈来啦。爸，麦啦，你即摆状况已经真稳定啊，我来照顾你就好啊啦。妈阁有生理爱顾，莫让伊受忝啦。看到你母我惊，为着生活真哩辛苦到你啊。我可能当多一只，什么代志都袂当做。咱之前不是讲好，我不爱讲这的啊。爸，吃水果啦。爸，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哦。医生讲你过一阵就会当出院啊。到时阵哦，只要照时间再来复健，安尼就会。哦，会当出院啊？嗯。安尼真好啊，总算会当等你出来啊！啊。轩，哎，多谢贝。啊，多谢。轩，急诊室有紧急状况，需要咱去支援的。来，紧急啦！有代志哦，我叫你去紧急哩。啊。爸，无我无闲耍，我再来看你。护士会通道照顾，啊，出院以后，我就变作丽华，要给我萱萱的负担吗？我当出院，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啦，顶多是阮一家伙啊，痛苦的开始。迄天你已经把李明昌拖头过啊！伊竟然搁敢来抢咱的地盘，这口气若是无吐转来，伊搁掠准讲咱爸仔囝会惊伊。佳慧，这件代志交你去处理，这李明昌无论如何，拢会给找出来，有听无？我知。大汉，唔免找啊！李明昌已经计划，讲要约你踮酒店见面。叫咱踮咧酒店要见面。是。水，生叫上好哦！我绝对不要这李明昌出来讲，实在我吴刚王是这样上大错哦。大队，大队，人拢啊穿得好，随时等我的命令。我不要这个背过李明昌，用剑下来，用钢下出去。是。等你先休息。他都在伫病院看了萱萱，你想一件代志叫？无啦。唉，我都甲你讲过，
人都无要插你，你搁想遐侪是要创啥？就算讲你要挽回，伊嘛无可能原谅你，无可能跟你做伙。就算我拄仔，予伊看到伊踮咧遐，伊咧教一下少年，习惯安怎？嗯？你家己答应嘛，要振作起来哦，千万唔通我迄个想的有诶无诶，知无？男子汉大丈夫爱春会久，伊都无要治你啊，我带你去留人生，啊？好啦，爸，卖讲这啊啦。我是无想要讲这，是你一直咧想袂开，我毋知要念你，知无？我知啦，迄时阵我只是一时的情绪，你放心啦，以后我以事业为重，袂阁想干这些代志啊。安尼就对啊，安尼就对啊。你也知影，咱即摆面对一个真大的危机，这个危机就是李明昌，李明昌针对咱台要抢咱的地盘。这个李明昌在背后囡仔绝对袂使让食到甜，卡虽然食到甜，伊就爬去咱的头壳顶，咱要放尿啊，知无？我知，知就好啊。听爸的话，只要咱拼开练手，无任何代志做袂到，死到金钱来款式的查某，你要啥都啥，是不是安尼嘞？嗯？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。